a mambo. Having the flame again, younger the spring again, feeling the zing again. Wow. 永和保福宫周末举办的2016祈福之好运跨着庆元宵的活动吸引了上千人来参赛，经过一轮的初赛进入复赛及决赛的民众还是相当的多，配合决赛保福宫广场前也热闹滚滚，精彩的表演在舞台前轮番上阵，台下传统的龙须糖技艺让现场的民众看得目不转睛，还有捐血活动鼓励民众一起来挽袖捐热血，最后连续掷出8个圣杯的幸运民众开走汽车大奖，还有2奖 iPhone 手机及3奖50寸的液晶电视等大奖，由区长吴兴邦及保福宫主委林中荣来颁奖，拿到的民众都相当的开心。永和区公所及庙方都希望借由广播活动，让大家更认识在地的信仰中心保福宫。活动中所收集到的发票也全数捐给创世基金会，作为帮助植物人之用，让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温暖。中嘉新闻朱凤智、黄君伟，永和报道。